也是支持你的一个象征啊。当然当然，像何志伟从头到尾都支持我啊。何志伟委员一定是在士林大同这个选区支持我。我有传过一个音档跟他拜托之后，那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。那前一阵子何志伟委员代表赖清德、赖副总统，那么到海外去成立好几个信赖之友会，那是由何志伟委员主持的。所以当然说他很忙，所以我可能也比较不方便联络上。我们的选举造市场，我一定是请何志伟委员来帮忙，那他也一定会接受，他一定会帮忙的。